韩国超人气女团 TWICE 的成员娜莲，甜美的嗓音加上她精致讨人喜爱的外貌，也让她获得了不少粉丝的追捧。说起娜莲，在演唱和舞蹈方面都拥有高技巧的最强偶像，在 TWICE 的歌曲中，她也经常负责最高潮的合唱部分。这样的娜莲在表演中，凭着优美的视觉效果和美妙的歌声，散发着压倒性的存在。但在每次舞台结束时，眼尖的粉丝们就发现了，娜莲似乎都会做出一个可爱的小动作，那就是吐舌头。据了解，经常看娜莲的结尾的话，会发现确实娜莲在表演结束后，一看到镜头就会露出害羞的笑容，并露出可爱的舌头，似乎像是说终于结束了，好累啊的表情。而发现娜莲俏皮的小习惯后，万斯们也纷纷开心的留言表示，娜莲真的是太可爱了，每次舞台结束的时候都在等娜莲这个经典的表情，看完之后心情真的会很好，太喜欢娜莲了啦。